你们一会儿每人得多给我5块钱啊，因为你们家的鸡腿儿。你没给自己加吗？我没舍得加。这个鸡腿钱我不想给了。凭什么不给啊？还没吃呢就脏了。鸡腿我已经死了，谁给啊？苹果，不太新鲜的苹果，放了大概至少有半个月了吧。谢谢啊，林涛半个月之前给我一个苹果，刚刚又给我一个，我分不出来了，这个你帮我分出来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 is so far is where I go.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, drink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. 我吃好了，我去买单。他这样的人有朋友吗？我？我说你现在说话的口气，真是越来越像秦明了。出去，因为你的呼吸声打扰到了。哎，你也是啊，就这一个电视剧，你说你是不是太矫情了？一个不在乎剂量的人，一个只在乎剂量的人，看来我跟你没法说话。没错。那一会儿我的工作是什么？出去。好。为什么？你的呼吸打扰到我工作了。我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才跟你聊聊处女的事。处女的事？作为我身边唯一一个有相亲经验的女性，你在相亲的过程中有人跟你提过这样的要求吗？我认为这件事情你应该先问你自己，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怪咖，你会对你的女朋友提出这样的要求吗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郑丁纯溶液、苯乙醇溶液、郑丁醇溶液和苯乙醇溶液，被稀释过的苯乙醇溶液兑了水啦。那这个呢？沾有便便的脚趾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这看路呢，附近好几条路都堵上了。上我车吧，我这车能穿小道。你这是车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，我这迷你小吉普。快点快点，这车是我送给我爸的，我爸嫌难看所以我就开了嘛，要不然浪费。安全带。你爸品味比你强。 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 is so far is where I go.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, drink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. 因为我们这位秦大法医是从来不见死者家属的。可以理解，有才华的人多少都有点脾气。因为能力强吗？领导都比较惯着嘛。车窗没有这么诡异。说你坏话呢。听得开心吗？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 is so far is where I go.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, drink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. 迟到，老秦，你也有今天啊？怎么说来那句话？迟到那不是能力问题，是态度问题。态度有问题，一个人都做不好，怎么做法医？您好，两位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制作戒指的课程已经预约满了，你们可以改天再来。我们不是来做戒指的。警察，警察，我们可以打9折的。你的衣服换一下。啊，没事。不行，不能给警察丢人，这是命令，这是命令，服从命令。这顿饭他吃了海鲜还有西红柿，有什么发现？你不是都看见了？我问的是你的鼻子。我又不是警犬啊。我说你鼻子这么好，对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？上厕所要塞鼻孔，否则会晕倒。这好像不是嗅觉的问题，这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了。嗅觉发达，人性警觉，不错。